吃饭呢、啊、吃这两个碗你吃第二个了啊哼你厉害呀、啊、嗯这个鱼好吃哎这鱼还这鱼还可以这鱼啊做的就是好吃还是那个味道啊挺正宗的酸辣味就是剁椒酸辣泡椒米米这个三九八八好不好吃姑妈小时候最喜欢吃了小同学好不好吃跟姑姑说好吃啊哎呀看到我们是一家人口味都那么接近的哎呀对还有这里哦、嗯、这个我看、啊、这块是酥肉吗是啊酥肉嗯你放在碗里面自己吃酥肉嗯好吃有你小事要把它弄干净啊明明自己知道吗不是给它搞一点点白米饭就好了这是大罐卷大罐卷又炒腊肉的现在炒吃吃饱了没有啊撑死了撑死了啊这家菜味道还是不错的、嗯、撑得我不行了Hello， 大家好，我是丽丽。刚刚跟我弟弟他们吃完饭啊，吃又吃撑了，吃得好饱啊。现在去我们去游乐场了，现在去游乐场，然后我也去打打游戏。啊。小豆豆些，走吧，走吧，去玩啦。游乐场啦。不是游乐场。游乐场三个吧这么多今天哎呀分吧开始分币玩哪一个扫一扫今天我们自己玩他们在旁边玩投篮好投一个热身那十一顿饭的话你给他换个头头。